刚刚我的阿黛尔已经练到了200级，然后完成了五转，然后来看一下他的200级奖励。那他送了三样东西，一个是会一个称号，然后是他的套装，还有个箱子。先看一下这个称号，它这个称号有全属性15，然后攻击魔力15， BOSS 伤害10%，武士防御力10%，最大 HPMP 750，然后可以额外获得10%的经验值，还有30点神秘力量。那相比30级那个，好了挺多。然后来看一下他这个时装，然后他送了的这个现金道具，还是一把剑、一个帽子、一个套服，还有一个靴子。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箱子，它这个箱子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能够使用8次，然后每周会重置，每周一的上午10点重置一次，然后就可以获得5个核心宝石、10个选择性神秘徽章，还有5个双倍经验值券。那么200级的奖励先看到这里。